我都有扶老奶奶过马路，而且我打灌高都很乖哦。我都跟队友说不要放弃，这把我 C。我小失误没事，这就是至高的人品啊，各位，赞啊赞啊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、哦。好啦，我们来开抽我们的先到吧。先来一个160吗？凑200抽好了。扭蛋机之鬼，没有一次是衰的。扭啊扭啊扭啊扭！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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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牛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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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阿姐的30块赞，170出货，我觉得我大概150就出货了吧，以我平时的人品。吃我的龟头吧，傻小啦！我都有扶老奶奶过马路，而且我打灌高都很乖哦，我都跟队友说不要放弃，这把我 C。我靠，小失误没事，这把我照。啊，篮板球没中，啊，系统没给而已，不用担心。啊，火锅没给，系统的局，系统的局。我、哦、那个人品哦是至高啊，稳的啦这边。牛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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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！快乐啦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快了。前面只是铺陈而已啊，他只知道为了拿这些资源，他知道蓝卡不够，所以先给我蓝卡而已，他会将他最后一刻给我的。快了快了快了，张几抽啦，我们刚刚是200抽嘛，150了。欸，我觉得我大概150就出货了吧，以我平时的人品。中了，100145，有没有？这就是至高的人品啊，各位，赞啊赞啊！中了啊，中了啊！哦，150，这样算151抽是不是？不错啊，灌篮高手很好抽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抽第二层，第二层有什么？这样抽第二层有比较赚吗？哦，上次那个镜头飞了回来了，嘿嘿，那是镜头睡到靠北，这是终于吐回来了。啊，再抽第二层吧，这边随便抽吧，这边就放轻松抽了，舒服。哎，就说平时打灌高要心平气和，这边扭蛋就会帮助你，你的谁呢？但我多买了好多，这个好抽吗？有人抽了吗？先看这个会多少抽出来吧，祈福一下。来去买一下这个祈福币，或者来个60好了，看能不能中。这买多应该没关系，因为它下一次活动有分上下，所以可以连着用。不好抽哎、欸。应该快了吧？我感觉我铃铛比较衰哦。不用花点券，为什么不用花点券？不是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游戏用钻石花就是比较贵，你有点券一定用点券消费啊，合理吧？他那个钻石都比较贵。哎，我这铃铛有点衰，我每次都只有扭蛋机运气好而已，其他都很衰。日限购这个是钻石啊，啊钻石50，这个35，他妈当然买35的啊，又不是脑袋撞到，合理吧？哎，有了，决胜意识，那留下来吧，搞定。接下来我们去测一下那个隐仙的专属潜能液，200人闪电变相，决胜意志，
搞定。我们的先到章两个活动抽取完成，秀吧，蛮便宜的，我才花了多少，52000多变一万，大概13000多点券吧。然后接下来进阶呗，先点这个加速顺畅，不要点这个，等一下这个要先点，哇这个要补卡了，红包什么意思？继续点幻影突破，这边要几格啊？这边蛮重要的。那这先点出这个还行。这个388两张，原本要600，现在只有388。388，然后看这288，好像这边便宜，那买这个好了。388是两张，真假？要讲欸，看你们要讲欸，难怪我刚开起来的时候觉得怪怪的，傻小啦。不是我还也是两张啊，排球要点，啊没差啦，反正我也缺蓝卡啦，当作补蓝卡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赚啦赚啦，不要想着亏，那就是赚，合理吧？不要想着亏，那就是赚。这边感觉好像不用点了，用封盖点出来吧。大招这边我就不想点了，我不喜欢点大招这边，我觉得这边好烂。这我不想点，好贵。我想点出这个，这个还不错。这边补完要几张啊？一张加十张，11张。再补最后11张，把这边点完应该就够了。直接100%没有用啊，有些技能真的没屁用。看一下影片好不好？ OK， 搞定，我们的先到章已经可以上场了。OK， 70%先到章。OK， 没问题了，搞定。特效，白痴哦。这种东西，干你们要为了这个看起来很帅的东西，然后去买这个特效，3000多点券是不是？干他妈又不是盘子，低能儿。好，开练。